这今年有你这句话啊，妥了。我这不妥？这一摞多些呀？嘎实回家买这些？啊，嘎实。洗碗纸呗，洗碗洗衣服。这是便宜，是便宜是真便宜。这是一块五啊，带包装那个。都一块。大姐这货真是真便宜。来来来，尝。出厂都出来。 大董，我又批发，批发就一块钱，我说赔钱完了，你知道吧？要600块，600也一块，600块钱呗，行。不是600块钱卖呢，你拿回去卖去。对呀，不卖拿这么多个。大哥看着口了。我没事，我有时买东西就叫我包了。那天在建国街，我看别人卖帽子，卖可快，我说哥。 这还黄了，黄了，我全给包了，好几个。我一拿家一卖，卖不动了，我后面没钱卖。大哥要回去卖2块钱一副，5块钱仨，在你这拿。能卖，能卖。这超市正常应该是卖3块钱一副的。 你就自己干那黄了姐，别黄了，现在干家油快甩不掉一个。还有多些呀？你包不了，你包不了。不是，我这全给你整库全拿走不行吗？你包不了，你不止10万副。不止10万副啊？你包不了，你包不了。 你这在市场能卖，你这零售你卖不了，往出放货呗，往出批呗。这场面，这炒面，这好吃。好吃啊！大哥，好，我能过你，咱们就抢，特别找事儿。好抢，一块钱一副，那不抢，怎么？不，你5毛钱拿来行。拿来。啊？现在这情况更拿不来了。 这鸡毛更拿不来了，少少1块钱都不卖了，600不就不搭理了，都是。养不起。养不起了。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韩老板在古丽园出摊呢，喊我，他说有点货，啊，让我去看看。然后我到那儿了，一看这货还真行，我俩寻思全给他包圆儿，然后库房差不多得有10万副手套吧，我俩给他搂回来，一人出个首饰。 再走是1天1000多块钱，肯定能卖上。你卖1000不就挣400吗？6毛钱的情况下，是不是？但是大哥价位不行，少不了1块钱，那咱能成，是不是？货是好货，没问题，保挣钱的货。但是价位不行。哎呀，那没招了。大哥是做实体店的，赔钱赔太多他不认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咱整不了。那你说你在那儿零售卖1块钱一副，让大家挑，我们全给你拿走。 你还1块钱一副，那你说有啥意思？是不是，朋友们？好了，朋友们，再研究不行，我再卖水果吧。拜拜了，朋友们，拜拜。